Hello， 我是阿金，欢迎回来观看救了个命的游戏影片。我稍微让我回忆一下，我现在要去哪里？对，我用老头乐敲到密码嘛，然后保险库拿了钥匙，对，我就是往这边。哦，这把钥匙，对，没错，这边有个门。 锁住了，打开，用钥匙打开了，这整个救了个命。锁住的门的数量还有钥匙的数量真的爆多的。前面有血迹，稍微走慢一点。这是曾经死过什么人吗？这个血不能调查。我可以照相吗？不行。便签这些都应该是用不到。 塞满了大量的废物，什么废物啊？垃圾嘛，垃圾，打不开，全部打不开啊！是什么？怎么又有一个洗衣机啊？是要洗什么？没插电源。我等一下，我先稍微全部调查一下，去捡那个东西。奇怪，难不成又要洗什么衣服，还是洗什么鬼吗？ 哦，fuck！等一下，有怪物，狂按决定键，哇！靠腰，根本没有用啊！那边怎么过啊？狂按决定键是什么鬼啊？我刚，而且我刚真的狂按了啊，为什么没有用啊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 还是那边是一个唬烂人的场景啊？你说我必须找什么东西躲起来吗？钥匙，然后三楼的钥匙，使用钥匙吗？不对啊，fuck， 这边怎么办呢、啊？躲起来，没插电，躲柜子，躲柜子没有用啊！靠！ 这边要怎么过啊？是要绕怪物吗？还是真的要狂按啊？决定键是什么 ？Enter 吗 ？Enter 有用吗？用钥匙打开了，再打开一次看看。 没有用，干！干！杀！谁唬烂我？根本没有用啊！这边要怎么过啊？这边要怎么过啊？是要绕出去吗？我试着绕出去看看，绕过怪物往下冲。该死了，卡关了。 摆明是一个整人的场景嘛，键盘都快被我打坏了。不对呀、啊，不能直接引啊！看来是要绕出去吗？不行，我要再试一次看看。 绝不能放弃 ，Never give up。<笑>就像大门上讲的一样，永不放弃。我要再试一次。打不开。等等，是这样吗？等等，难不成是要躲角落吗？ 这是失忆症哦，可以了，我成功了，躲角落技能等级99了，耶，可以开了吧？这个门不能开了，意思就是说这里是本来就开不开的咯，我现在来这边是不对的，所以说。
你在那边狂按那个门，根本就是作者故意要恶整你的，就对了。往那边走是没有用的，一直狂按门是绝对是没有用的。看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好鸡歪哦，他故意要整你啊。这边我拿过了吗？这样可以进去吗？哦，不行。三楼别馆的钥匙哦，那我可能就是要回去大门那边了。Oh fuck！ 啊 fuck！ 我想记录都不让我记录。这边我跳过一下好了。哦，我终于冲成功了。然后我走到这个炉子前面，这个炉子我记得有丢沙拉油的炉子吗？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对炉子点空白键了，但是它突然出现了剧情，让你尝尝这个什么，把热油泼他脸上吗？跑了吗？耶、yeah! ！我成功击退怪物了。那现在呢？我有三楼别馆钥匙吗 ？OK， 记录了。他在每次在怪物追你的时候，记录点都会消失。我刚刚有试过了，我原本想说冲进去记录的，结果记录点都不见了，然后又被咬了一次。这锅子不能拿了。那我现在直接去三楼的别馆了。开始太整人了，今天。太会整人了！三楼的别馆是这里吗？等一下，在这边记录一下好了。我不知道是大门的那栋还是这边这栋。哎、欸，看来不是这栋。钉子的，哎、欸，钉子的我也打开过了嘛，这间不能去啊。那个是人头。可以用这边吗？不对，哎、欸、哦，他有血嘛？本馆三楼使用。靠，我是白痴。现在我就直接回本馆。三楼就是那个很黑的那个区域，对不对？这边应该走这边吗？打不开，打不开的应该就是没办法开吧。我试一下这边的门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这边有两个锁住的嘛？是这里吗？不是，哦，这间，那个是柜子还是门啊？又有密码，好多密码，这次是五位数了，这可以跳下去吗？不行，这可以开吗？不要，这什么鬼啊？我打开会不会东西就冲出来啊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要开始写了，十二生肖对吧？鼠牛虎兔，等一下，鼠牛虎兔龙蛇马六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哦，我还以为一样哎、欸，结果是不一样的，六嘛。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，十一吗？鼠牛虎三，鼠牛虎兔四，鼠等一下，那这个是七喽，六十一三四七。等一下，我先打开保险箱，我不要打开那个什么鬼门了。六没有十一啊。三四七，哎、欸，狗是几号啊？鼠牛虎兔龙蛇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，十一没错啊，可是这边没有。没有十一啊，
哎，不对啊，一二四八九。还是要照之前那个六四七三十一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好烦哦，这边。六。六就是六嘛。照顺序吗？犬是十一。二。一二。四。这怎么解啊？天哪，这怎么解啊？一二四八九吗？让我好想一下，这边要怎么过、啊？该死的！我想出来一个排序的方法，就是它上面有十二生肖的名称嘛，然后再加上前面有一个特定的数字，那我要照我之前开的那个金库密码，就是六四七三十一的顺序，然后再把十二生肖的图案动物重新排序一次，照这个上面排序，然后再把这个上面的号码照我排序出来的十二生肖打上去，就变成九八一四二。我刚已经花很多时间了，九八一四二这样子排列上去，那是这个排序的九八一四二方法是照之前六四七三十一的方法。不管如何啦，排看看就知道了。九八一四二，耶！我好聪明，靠，我好聪明，该死的，该死的，好烦的密码哦。三楼钥匙，那我这边打开是不是就翘辫子啊？我还是先不要打开好了。我要先去找记录点再来打开。这边有记录点吗？这边有记录点吗？我先看一下这边这个鸟地方有什么东西。这门打不开，佐野，佐野对吧？死得好惨的佐野。被塞在柜子里面来了，那云子呢？云子不见了。我看一下啊，时间差不多了。那我今天真的是解了这个超烦的谜题啊，然后加上那些追逐战，让我有点累啊。靠！尤其那个十二生肖密码实在太烦了，等于是他六四七三十一这个顺序，你要一直记到现在，而且要写下来。在刚刚那个金库那边九八一四二那边，你才能顺利的联想到，要不然那个排序根本想不出来啊，根本乱猜一通嘛。OK 啦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